我像老鹰般的勇敢飞翔。那一世，为了感谢爸爸妈妈的养育之恩，为了感谢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的照顾，你的心肝宝贝会勇敢的展翅飞翔。好的，现在在舞台上的是我们今天新风 A 的小朋友们，新风 A 的爸爸妈妈们相信也都准备好了。在我们新风 A 的小宝贝们，这一刻呢是他们人生中第一个阶段的里程碑。爸爸妈妈们，小朋友有一些今天的感谢词要来跟爸爸妈妈分享。好的，我们新风 A 的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没有掌声是怎么回事？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请致辞。